收到六港宝贝破新疆的委托，李伟翁回避将新疆普陀所拿来600外包的白米，分别转送给六港甲河滨地区六乡镇的社区关怀据点。早起第一站到南丁社区，收到社区长者歌手感谢，场面非常的温馨。也是好夜，小情小雨就是好命。将心比心，原谅关心，爱的世界有你有我。手捧情友抬头看。人生的路，凭着良心来行。配着南丁社区长者合唱的张亚文的感谢，李伟翁回避将普信姜母信公的信道普渡后留下的白米，捐献给鹿港甲河滨地区六乡镇的社区关怀据点。今仔日第一站就到河滨南丁社区，由理事长柯正奇甲总干事陈淑美代表接收，收到社区长辈贺乐。王惠美也跟社区干部做会为时段的菜聊社区，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有 外面的有很多人提供我们的物资，让我们长期能够在这个关怀据点上面，在我们的经营上面不用那个有所顾虑，那我们也会一直将我们的据点我们的长辈扩大来做服务，甚至于说我们也可以连接到邻近的社区的关怀据点，来一起来共同来照顾我们的长辈。轮播有一个这普信宫，他主要是这拜这个普信宫可以说最近在发挥非常灵性，那伫前几工有做了三工的发挥，发挥了伊有往一个普渡，啊普渡了，因即有做做阴阳谱吼，希望讲甲普渡的物件会使捐出来，给一款需要的人。那因为呢，咱即个南丁以及足侪社区吼，拢有办即个关怀据点，那即拢是一笔真大的开销，所以咱就甲即个白米的即个部分，摕来咱跩南丁包括。足多即个六乡镇内底的即个关怀据点，啊，互咱遮长辈会使担遮吼，啊，搁互神明来保庇，啊，搁来用即、這个平安米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减少即个社区的即、這个开销安尼。那南丁社区会使讲是原来是咱中华关数一数二的社区哦，伫咱的即、這个理事长代表甲里长的大家共同努力之下，咱遮的即个长辈是非常快乐的。足侪课程会当学，啊是真正落实到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日照吼，啊这嘛是咱未来要推日照长照的第一个为社区据点开始来出发安尼，希望予咱的这个长辈会使伫遮快快乐乐、欢欢喜喜，啊这个搁食好饱，啊共同吼，啊搁来这个看顾家庭安尼。王惠美强调，长照制度需要社会各界搁较大的关怀，南丁社区的优质是大家拢有认同的。有了信徒的诚心关心，和社会爱心永远袂嫌少，也让长者伫社区内底欢喜学习。新中华新闻江代景何必采访报道。